GigiSaaS基础的结构。接下来下一个问题，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什么叫 SaaS？ SaaS 就是Software as a Service， 就是我们直接提供完整的软体，然后直接使用就可以了。那它的另外一个对应是 PaaS， 那个是 Platform as a Service， 那是大家需要制作它的部分，它会比较偏向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 Cloudr 的部分。那很谢谢我们的同事 Chris， 他为大家剪辑了一个上次活动的精华，那可以大家一起欣赏。谢谢。简单总结一下我们上次的活动，主要是为大家介绍了有关公司提供的低程式码的工具，它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协助制作出软体机器人，也就是等一下会提到的 Flowbot， 以及媒体的 MediaBrick 的制作工具。那等一下也会为刚刚提到的工具会产生的产品做更延伸的介绍。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的部分会往 Alternate Platform 的介绍移动。那我们邀请我们的 CEO Steven 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到底 Alternate Platform 是什么。那我们邀请 Steven。好，很谢谢大家哈，在岁末的时候来参加这一个活动哈。这个世界变化很快哈。Cloud 的上一个活动大概就是上礼拜而已，那也是花一个小时。Cloud 就是银耕队，主要它的宗旨是培养数位人才。其实科技已经很发达了，最重要的数位转型里面，无论机器人多厉害，最后回到人本身。那 Cloud 的目的就是你一个人带多少个机器人，以前我们的术语就是我的同事是机器人，我们叫数位员工啦，我们叫数位员工，不是说很快了，尤其2023年呢，你会发现说，你怎么旁边多了一个数位员工？那你要跟数位员工如何沟通？那就是我们这几次聚会的目的，就是说你怎么跟小猫小狗沟通啊，对不对？你怎么跟你的杯子沟通啊？这些都是我们在做的事情。那 YP Cloud 是云公司，就是叫 PaaS， 就是我们知道云有三层，就是我们讲俗称的 Server， 那个叫基础云啊，基础云。那我现在介绍的这个叫平台云，就是最重要的无名英雄在后面，那这个无名英雄。那今天的活动只要是 SaaS 的，就是云服务。云服务的意思就是说你马上可以用，你只要叫跟你开的 Office Word 用，你马上可以用，不需要做任何设计的东西哦。那 SaaS 的定义是这样子，这云服务马上可以用的东西。那我们知道生命三要素，阳光、空气、水叫生命三要素。那我们大家看看，在路上都会看到一堆招牌，说我什么云建筑、云什么。那到底什么叫云？
赢就是这三个生命三要素，就是运算、储存、通讯哦，就是这个图里面就是运算、储存、通讯。那讲它讲白话一点哦，赢就是水龙头了，你要喝水的时候一开就有，啊不喝的时候把它关起来。哦，运算也一样，你开一个门哦，啊就去告诉你说这个来的人是谁，啊这样子用了三秒钟就付三秒钟的钱。哦，不是叫那个摄影头哦，整天在那边算哦，哦，他很会算，可是也很浪费电哈、哦。尤其在这个 ESG 时代里面，就是 on demand 哈、哦，是赢最重要。所以今天大家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个赢里面，你只要用一个，哎，你能不能 on demand 用多少举？就是要用的时候打开它，那、啊、用几秒钟就好了。好、哦，这个是赢，那赢里面就是阳光、空气、水。那算力是最重要，所以在 YP 里面2023年，我先预告一下我们的每一年我们都会选一个字，那明年我们就是用算，可是算里面啊带有那个特斯拉的轮子，哦，就是自驾车电动车的算。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全世界现在工具很发达，目前在这一章就是所有的我们叫银河系地图、我们知道那宇宙那个银河系啊，哦、你看我们都要摘星星了、那大概、我们在这线上有一些企业伙伴，你大概就会懂30个就好，因为 open source 世界、我们叫做蹂躏工程师的世界、虽然它很好用，可是呢你真的要用它的时候呢非常的不简单，我们叫蹂躏工程师的世界，给工程师 open source 去玩的，他会玩的啊。很高兴 ，RA 很辛苦、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 YP 已经把这个赢的东西都把它飘出来了、你只要会用 这上面这个这一个东西哦，这一个 chat 哦，就是、基本上你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哈、赢有一个很重要，它叫心想事成了，因为你要的资源它都在，它只是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哈。那今天我不会详细解释这一个，那大家知道说基本上用 YP 的平台哈，赢平台大概你只要负责 10% 的应用整合， 90% 都标准化，跟电一样，有了电以后我不知道，只是不知道说你是要电锅要冰箱洗衣机这样子，所以只有赢的地方你就 10%、结果刚才那个待会要讲的 QQ SaaS，所以你 要的这 10% 就是人最重要的关键 10%。 好，下一张，我们都知道特斯拉有电动车、最重要是自驾车了、电动已经是基本，那车子本身都不变、可是以前是汽油，现在变电动，然后要变自驾。那我们这个赢平台、跟 Google 或者是其他平台不一样，就是说它有自驾能力。我们都知道自驾车它的分级有 Level 1,2,3、到 Level 5， 现在特斯拉大概到 Level 3、就是辅助驾驶了、真的目的是要到 Level 5， 就是完全自动驾驶，所以 Automation 是最重要的。赢第一个特性就是要能够 on demand， 用多少开多少。第二个是他要自己回应，全部都自己来。他有时候都把它叫做像慈济医院叫做清晨、半夜三点钟的回应工程师了、半夜三点的时候你怎么去回应系统？那医院很多都是24小时、所以这张图的就是数位转型里面表面上看都一样，其实他的心脏已经都换成自驾跟电动的地方。那赢就是要这个数位转型的最根本的、如果没有赢的话你大概会转不动、我们叫科技负债，转越多的话你的负债越多。好，下一个，有了很好的 工具以后就跟建筑业一样，你盖大楼盖101要需要工法、工法，那我们就是从平台以后就是工法，那这是做 APP 的工法、就是说你有一个创意，
啊，怎么把它这个创意的分解动作，哦，这总共有八个步骤，就是功法，哦，那其实企业在数位转型里面你怎么团队合作，那个就是叫功法，哦，下一个。刚才那个是做 APP 的功法，这个 Ultra Nine 的九宫格呢是怎么去盖那个云端的功法，所以总共有两个功法。第一个就是怎么去盖101，第二个是怎么营运101，所以有两个功法，它不是今天的重点，这个是 YP 17年下来我们累积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技术同时研究功法，可这样还不够，为什么不够呢？最后一定需要人。那我们有很多数位员工，可是你最后还是真正要回到人的世界，怎么去带领这些数位员工。好，下一个。好，所以数位员工呢里面我们就是说你的，我们知道有 IQ 嘛， DQ 嘛，马云家的 LQ 的，你的处理感情的能力它叫 LQ。 那我们 YP 呢上次在银耕队里面我们就讲了这个 DQ， 你如果去评估你现在的 DQ 是多少，怎么去培养你的数位的能力叫 DQ 了，哦，DQ 简单讲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协作了，你的数位力多少了，这些东西我们有一套方法，就是让你的 DQ，哦，就是数位能力如何在经过这个营耕队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你 DQ 会达到一个某一个期望值。右边的那个是八卦，蓝色的那个是用云管边端治安员，就是云平台里面。那我们知道现在应该走到 Meta 的世界叫云，就用云管边端，最重要是要用嘛，最重要是要用，那用的极致其实就是 Meta 世界，2023年呢很快就要进入 Meta， 虽然这个 Facebook 股票跌了一屁股，但是大家不要否定它，哦，Meta 的思维一定要养成，哦，Meta 的思维要一定要养成。对，好，下一个，好像刚才有一个吧，好，所以我做一个总结，就是说云平台最重要是水龙头要多少取多少，哦，那平台配功法，那最重要就是回到人的世界，回到人的世界，那也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重点。好，谢谢大家。那正如刚刚 Steven 提到的，我们接下来会回到人的世界，所以接下来 Juju SaaS 重点会集中在人对于这个系统的界面会怎么样去操作。那我们会先从 Smart Screen 开始。那我们现在邀请我的同事 Chris 来为大家介绍 Smart Screen 的操作。那我们等一下会直接把 Smart Screen 的部分融合到Actor 的部分，因为他们两个是相辅相成，需要由 Actor 去带资料才可以在 Smart Screen 上面显示出来。那我们会直接往下移动。可能要请大家稍后一下。那在我同事帮忙找的时候，我可以同时跟大家分享一下JBot 它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东西。那透过JBuilder 制作出来的东西，我们会把它称之为 Mickey。 Mickey 是一个很小单位的媒体，那它可以透过 QQ， 我们等一下也会跟大家介绍，
的方式整合。哦，太好了，现在画面正在出现，刚好碰到网路。用什么上网的？用这边的网路上网的。对，用 WiFi。对对。那我们直接从这个界面开始讲好了。那我们把 JBoard 定义的中文名字会把它称之为智慧导览系统。那以下这两个只是它的其中一些用途，实际上应用不局限在这一些我们给它的框架。那 JBoard 智慧导览系统，用一个概括性的方式来形容的话，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轻松创建的数位看板。它跟一般大家认识的社群媒体的主要差异点是有整合性的功能，所以我们特别把这句也写上去，整合多元媒体与资讯。那我们现在大家普遍使用的 media， 比如说 Facebook 也好， Instagram 也好， YouTube 也好，他们都是流动性的，流水账，以我们公司内部的讲法。可是JBoard 它套住了 Mickey 之后，可以展现出来的版面是一个可以让人整合。那应用有很多种，我简单讲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我们是老师要教学，教学它会使用到各种不同的教材，那它会自由编排，有可能想要展示一下地图，如果是教历史课，然后同时讲一下人物之间的关系，同时讲一下那个国家相关的背景，那它会需要三个完全不直接相关的版面，这时候我们可以透过 JBoard 拼凑 Mickey 来展现，而不用按照教科书的固定流程去教学。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有企业电视台、企业战情室、互动式看板，还有更多更多选择。这个是简单让大家看一看这个智慧导览系统它实际上是怎么样运作的。那在用户端，就是最后出来的成果方面，是中间的 JBoard 智慧导览。那实际在背景会看到什么东西？是媒体中心跟用户中心。我们的储存方式现在是以 social media 的方式来放。那这里放的案例有 Telegram 跟 YouTube。那之后会再更新。这里是更多不同的案例 ，JBoard 可以应用的方向。好，那接下来会跟大家介绍的是 Shopu。Shopu 是 JBoard 的另外一种应用方式，它主要是用在中小企或者是大企也可以展示他们的商品的部分。那跟大家简单讲一下为什么它跟其他媒体有差异。以刚刚跟 Telegram 连接为案例，普遍我们需要在平台更新媒体的时候是需要登入那个企业设计的界面，然后在那个界面上上传资料。可是我们是直接把我们看到的 output 跟 input 直接通在一起。从结果而言，你只要打开你 Telegram 的 app， 在上面传一张照片，最后就会显示在JBoard 上面，那这是其中一个应用方式。那我们拿其中一个案例来讲。这是最新资讯。然后实际媒体形式也没有限制，是以照片或者影片或者是 YouTube。 这里是让大家看到它可以在同一个版面内放不同的形式的媒体。那个是 iframe 的部分，这个也是 iframe， 就是如果要用 URL 的话也是 OK 的，就是配合现有的媒体，还有种种类类。
当然，现在大家一起看到的是套用同样的模板，可是实际上，只要是自己制作的，下面这些 Mickey，我们称之为单一板块，称之板块称之为 Mickey 的顺操序是作可以蛮调右整。边的，不要操作这么快，简单回应不要那么快。就是下面板块顺序是可以调整，也可以转换。如果想要从头到尾全部都是以照片形式来展示，也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一个是跟 event 相关，一个是跟最新产品相关，一个是跟热门产品相关，就是同样的技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展现出来。那没有字幕。那以上是肖普现有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会往Flowbot 跟 Actor 的部分移动。我们看帮 Smart Screen Sharp 这一步做一个总结，对。那我们可能需要直接跳到 Actor 的部分来不讲。要不要讲了，屏幕就好，你可以，简单的说哈，怎么把屏幕搞定了、啊？所有东西，那人才要屏幕啊，数位机器、数位员工他不用看屏幕啊，猫狗不看屏幕，屏幕都是给人看的，所以它比较偏媒体哦。那媒体有很多样化的媒体哦，有管理者要看的媒体，消费者要看的媒体哦，就是。所以，荧幕的世界哈、哦、是就是我们在建构的一个世界哦。那我们荧幕主要是说，你很快就可以去制作节目哦，就基本上都不花工去制作节目，这才是重点哦。那我们就先谢谢 Steven 为我们对于这个题目做出一个总结。那我们先到那个 at 的部分。然后我是 YP 的 Chris，然后接下来会简单讲解一下 at 的概念。那谈 at 之前，我先介绍整个 Mickey 整个系统的概我念。先跟大家讲，actor 的翻译叫数位演员。刚才我们数位员工哈，就是你的同事数位员工。那、啊、你有一个舞台啊，舞台上面表演的就是数位演员。所以对我们来讲，我看到那个荧幕哈，就是跟那个大舞台一样，跟那个中正纪念堂的那个音乐厅是一样。所以数位员工他在做的就是我们这种事务性的工作。actor 呢是演员哦。他在所做的是表演，哦，怎么表演就对，哦，那我们人在干什么？做导演，然后你要怎么走位啊？从右边走过来，左边走过来，这个就是 actor 的目的。所以这张图主要在说明数位演员，哦，你要做媒体，哈，的架构，哈，那以数位演员为主。所以今天我们要想要传递的两个信息，以人为本，啊，你有两个。一个数位员工，你有100位数位员工，你要做什么？你有10位的男女主角，你要做什么？哦，这个就是我们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好，继续。谢谢 Steven 为我们做的补充，让我们接下来就继续讲解一下，就是先补充一下那个简单带过一下 Mickey 整个系统概念。那能不能跟 Mickey，大家解释什么叫 Mickey？这个字什么意思？Mickey 所谓 Mickey 就是伪媒体，我们叫做。那相信大家有听过 Wikipedia，那我们是把 M 它代表是 media 跟 Wikipedia 做结合，所以是媒体的版本的 Wikipedia，可以简单这样理解。好，那 Mickey 就是 YP Cloud 的一种微媒体概念，那主要利用 Builder 工具来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各种内容。那用户的内容都是经由 Builder 平台成功发布以后，那除了会出现在自己的 Project List 之外，也会出现在资源媒体库的 Mickey Center 里面。那这些内容呢，我们就会把它叫做 Mickey Break。那每个 Break 里面都会有一个 QQN 的号码，那它们就像那个内容的身份证一样。只要在 Mickey Center 里面的搜寻系统输入一些他们属于他们的 QQN 之后，那系统就会根据用户输入的资讯，然后找出相
跟资讯相对应的内容，那任何使用者他都可以对里面的资源库去进行存取，然后客制化自己的 Wiki 主题，或者在原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改变，然后从而实现共编协作的功能性。然后在 Break 方面，任务除了可以透过 Build 平台或者是透过 Telegram 去输入指令，把想要制作的内容组合成一个 Break。 那内容的来源除了一般网络上面之外呢，也可以到存放内容的资源库麦去找。然后正如我刚刚提到的， Break 生成之后就会有属于自己的 QQN 号码。那个补充一下 ，QQN 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每一本书不是都有一个 ISBN call 吗？每一个出版的媒体，就像 YouTube 影片，都有一个码。哦，那我们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个节目都要一个码。我说我要取哪一个片库，啊，那个片库码就是我们给他一个号码。所以整个我们的公民创作里面会有非常多的这种发布的媒体。哦，每一个媒体就像一本书一样，有一个 ISBN code， 那，啊，你要取用哪一本书，你就可以去取用它的 QQN 或者 ISBN code 号码，这个书的内容就出来。好，哦，谢谢 Steven 的补充。那我们就根据那 QQN 的号码，然后把内容提取出来之后呢，会交给一位数位演员 Actor。 那这些被建立出来的 Actor 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内容，那他们就会把接收到指令传到给用户，为用户播放内容，就如同这些数位演员为用户表演他们的节目一样。那让 at 活动起来，用户可以透过 Builder 工具去建立或者是点选里面的内容，也可以在 Telegram 里面输入指令让 at 对于内容进行组合跟播放。然后接下来我会简单用一下 Telegram 的功能，然后输入指令之后把内容传到我现在的 Smart Screen 里面，让大家对于 Actor 的这个行为稍微有点概念。然后我先切换一下画面，请稍等。然后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按照之前已经有曾经设定好的内容作为展示的例子。那现在在画面当中呢，在我这边有一个 Smart Screen，它目前是空白的，没有内容。然后接下来我会在我的 Telegram 里面的一个群组，然后把我们的 GigiBot 加进来之后，输入我们想要放你的一些 break 资讯，然后这个 GigiBot 就会拿着这个指令呢，去派一位 actor 为我们过来展示内容。然后我们现在就去 Telegram 的页面去输入指令。然后我先登入。请稍等。这个的目的，只要是你是服装店的话，你拿衣服起来，它荧幕就会播出来的意思，哦，就会有一个那个promoter 来讲解这个衣服啊，穿起来是怎么样，哦，它很多的商业应用，那总之就是说，我们都把它叫 actor 就对。哦，会表演的人 ，Telegram 大家也许不熟悉哦，它就是全世界的 Line， 哦，全世界目前有7亿人口在用，是俄罗斯的很有名的软体，对不对？但是创办人被驱逐，没问题，我不讲这些。好，接下来我会先简单介绍一下那个。你打什么东西看不到，人念给大家听。对。我这里是有打两个小老鼠 ，Mickey、Chris 跟会议室。然后接下来我会简单介绍一下，它这些指令有什么意义。然后首先我刚刚打的那个开头是两个小老鼠，然后 Mickey， 那这个是代表呼唤那个 Mickey at 的这个行为。然后 Chris 就是我现在那个 Smart Screen 的名字，然后后面我写的是会议室，那代表说这个内容是他我想要 break 那个 QQN 的资讯。那我们现在就是来输入这个指令来看看到底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 JJBot 有回传一个 OK 出来。哦，有跳出来了。这个是之前有在系统里面有设定到的一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哦，其实这个功能就是说，哎，大家开会了，荧幕就出来的意思，哦，就是以后我们时间到了，那 Smart Screen 就会自动的把它这个会议室功能打开来，哦，会这个 Mickey 就是荧幕里面是一个舞台嘛，哦，舞台里面有一个，你告诉他说，哎，要开会了，会议室，啊，它荧幕就会起来。那其实这个 actor 后面如果再细讲的话，它有数位舞台，有数位员工、数位演员。什么叫数位舞台呢？就是灯光要慢慢暗下来，音乐慢慢上，然后节目播出来。哦，那种灯控啊、音光那个，我们今天就不谈数位舞台，我们今天重点在数位员工跟数位演员。其实背后还有一个数位舞台，那个是属于云端的工作，所以物联网的布幕要放下来啊，做什么东西的？好，继续。好，谢谢 Steven 的。啊，没错。好，Ruby 来介绍好了。好我好。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现在荧幕上的相片。啊，那中间的是林嘉和先生哈，他是云耕队的掘井人，也是 Acer 的共同创办人。啊，因为他都带 RD。那所以业界尊称他是林嘉和师傅，都称他师傅。那我们的右边有5位同仁，这是公司成立的第一年啊，大家的合照。哎，经过14年，我们看到左边一样是这5位哈，但是有些变得比较成熟哈，包括尤其是中那穆罕默啊，他经过14年，从一个少年就变成青年这样子。好，那YP Cloud 现在已经是第17年哈，已经满17年。那希望在未来的2023哈，可以跟各位伙伴大家一起成长。好，感谢大家。谢谢 Ruby 的补我这充。边再补充一下哈，很少人知说 YP Cloud 这么小，到底有多少人？我们都说哦，我的数位员工算不算？哦，我的数位演员算不算？所以人家说你 YP Cloud 这么小，他怎么什么都做？哦，什么都做啊！这有两个，一个是云，就是跟电一样嘛。那你插的是冰箱、洗衣机、电锅、咖啡机，对我们没插，我只不知道你要插的是什么。哦，那我们叫云端家电。哦，云端家电。那我们现在已经全部走到应用面来。你看，如果从2005年一步一脚印17年。该具备的都具备，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都在谈媒体，啊，怎么表演，怎么舞台，怎么数位员工，这些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好，继续。那接下来我会再，那个麦克风。那接下来我可能会再多给2个例子，然后让大家稍微有点概念，加深一下概念。那我现在再继续打一个指令，然后前面 Mickey 跟 Chris 也是一样，然后接下来我们打 PPT 好了，看看它出来是什么东西。好，它回传 OK 了。哦，有跳出来了。现在为我们展示出来是 PPT，那当然里面那个是只是一个模板而已，因为为了展示那个例子用了。然后我们再。这个就是说有来宾了，我要播放公司简报，啊，简报就播出来，没关系，不用动，那个语音没出，那个后面的事。好了，我们再写写看，也是同样的 Mickey 跟 Chris，然后我接下来打 YB Cloud Video，看它出来是什么东西。传一个 OK。哦，这是我们关于我们公司的一个精华版的介绍。那其实像我们这样子，就是输入一些指令，然后我们的 Smart Screen 就会有一个 at 嘛，那个 at 就为我们去展示相对应的内容，它就像一个表演者一样。然后你当初你去组合出什么东西来，那它就会把 break 带到我们的 Smart Screen 面前，为我们展示。那里。
这些都是 Adder 关于 Adder 的一些概念。你可以展示公式会动吗？嗯，没有 PTS 会不会动？试看看吧，没关系、啊。就是说，我现在想要看公式哦，看电视。对对，我要看电视。这个我们讲法是说，大学的国际会议厅在演讲，我电视马上切了。我们的应用是这样子。那梅西进球的时候，我这个马上会切到进球画面，都是事件导向哦。所以赢第一个特性就是 on demand， 第二个一定是事件导向，事件导向。我们现在可能输一个 PTS 来看看，因为我也不确定里面有没有放。诶，它好像 OK 了。哦，他因为可能没有就跳过去、哦、因为 break 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个就是刚好 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说如果没有建立出来的话，那他 act 当然不会接受到任何指令。对， act 就是说他是数位演员，很会演戏啦，但是想要知道你到底要教演什么、哦、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跟数位员工、数位演员的沟通的方式就会沟通。那我们用了两个小老鼠，人用一个小老鼠、哦、我们的 email 用一个小老鼠，机器我们都给他两个小老鼠、哦、机器也给他两个小老鼠，所以你的小猫小狗都是新的物种，都会有两个小老鼠。对，好，那 at 的部分大致上就到，稍微留一下。好，那刚有提到为什么输入 PTS 还没有，那我们再简单帮大家复习一下。现在看到这个指令它的组合有三部分，有 Mickey、Chris、PTS。Mickey 是舞台 ，Chris 是演员，然后演员在这个应用上，它代表的是这个 Smart Screen。那我们直接 reload 一下好了。大家看到左下角这里有一个 WS， 这个代表就是这个荧幕。那荧幕也是软体机器人的一个展现办法。这个给大家讲，每个萤幕都有手机号码，都有名字了、哦、都在 YP 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了万事万物都有手机号码，人要有 SIM 卡，小猫小狗要 SIM 卡，你的杯子什么都要 SIM 卡，花也要 SIM 卡、哦啊、既然有 SIM 卡了，当然也可以有名字、哦、所以这个也就是 YP 系统里面很大的特性，万事万物都有名字、哦、都有 SIM 卡，但是它很重要的，它这个 SIM 卡不用付那个业主会财产。那我们的 at 部分就大致上到这个位置，我们先切回来主萤幕，请稍等。好，那大家刚刚看到的是 act， 大家可以看到它展现出来是比较活泼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也有负责纯执行命令然后做重复性工作的机器人，我们把它称之为 robot， 然后也会把它称之为 worker。它是透过一样低程式码工具其中一项 FBuilder 制作出来的。那它的应用面向其实很广，那这边列出一些比较常见到可以应用的办法。那 Chatbot 它是语言相关的， Formbot 是表单回传之后自动寄信给写表单的那个人，就不用有一个人被安排留在那边读完那个讯息然后再寄回传一个讯息，就是瞬间就可以完成。那后面种种类类是各个应用，那可以实际应用的状况是右边可以看到那四项，包括监督系统的运作，系统错误的回报，比如说写错字，如果是以最简单的案例写错字了，他会跟你说哎，这个字不对，然后开启通知是当你打开电视之后会传一个讯息出来，然后控制 Edge 跟 IoT 的装置。那这边是对于刚刚提到数位员工的衍生介绍，那我们有各个方法可以取得这个 Flowbot， 当然可以透过低程式码运作，也可以透过 Flow Library， 就是已经被制作好的模板
只要把它拿出来修改参数，就可以变成自己版本的 Flowbot， 然后也可以从零开始制作出来。制作好的 Flowbot， 要怎么样运作？我们是把它 deploy 到 Cloud 跟 Edge。Cloud 跟 Edge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目的地，一个是在云端上面，一个是在比如说这个喇叭或者是那个滑鼠这些边端上。Current 是一个把它传送到目的地的动作。目前我认识的 Flowbot 介绍大概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会分享 MODA 的部分，云市集。我们有跟政府合作一个云市集，那上面也会有相关的套装可以使用。嗯，把时间交还回来。那你跟这边先做一个结论就好，后面再谈其他的。总结来讲，我们现在今天谈的 Juju SaaS 就是已经有了工具之后衍生出来，我们只需要做的那 10%。回到第一张图，我们那三个的 Juju SaaS 哪一张？第一张图。Juju SaaS 最重要哪一张图？对，这一张，解释一下这一张，这个就是今天的主题。我们使用现有的资源，刚提到 Actor。跟 Mickey 的部分怎么样把它放到 JBoard Smart Screen 上，是属于右边大家可以看到套件来使用的部分。那在工程上刚刚提到 Flowbot 会是左边 Local Builder 的部分，所以不管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或者肉眼看不到的，它都有在运作。这个 SaaS 就是马上可以用叫 SaaS， 你不用自己去制作开发。所以 Mickey 就是媒体啊，就是去掌握这些萤幕。Juju 就是你要跟机器人沟通的管道，你要跟的管道地方。那也许大家问到说，我想要自己设计我的数位员工怎么办？我想要设计我自己的数位人员怎么办？如果设计，那个就是我们左边那个 Local。 那我想我们借这个机会要不要也让大家知道那个 Local 长什么样子。好，就是我们都知道数位员工、数位演员这些，反正你要什么有什么，他也不会罢工了。对，那最重要是你自己要有想法，请他做，你可以开始准备你的东西。那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 local 应该是最大的重点，然后我们叫心想事成了，就是不要再写程式了，你要什么所有的动作都你怎么跟你的数位员工沟通啊？你怎么跟你的数位演员沟通啊？还有他们数位员工之间也要协作啊，我们人要协作，他也要协作哦。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地方，非常重要。所以在今天线上的好朋友，就是说你可以想，你有那个很多数位员工，你公司里面或者你部门有很多数位员工，你可以进去，你怎么样？对，好，你很多数位员工。你有十个数位，你直接进 builder， 直接进 builder， 又完整的直接进 builder， 对对，好，这那交给你，就你有很多数位员工，你要做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未来的这个 AI 的世界。那我们在今天没有再谈那个 AI 进去了哈。如果你把数位员工很有头脑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个演员他很有头脑，是另外一个世界。那刚刚提到很有头脑的部分，其实影射的就是大家看到上面看到的 iBuilder。那 iBuilder 跟 Worker， 大家可能会疑惑，哎，有什么直接关系？它其实是可以跟 Worker 互动。简单来讲，就是机器人如果拥有了脑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现在为大家展示 FBuilder 跟 JBuilder。现在他就在云端开水龙头哦，就好像你打电话开始算钱，在云端用几秒钟。
我们讲云的特性就是 on demand 嘛，哦，啊，你现在要请这个数位员工做事，他会给你 charge 哦，你叫我做事几分钟，好，哦，跟打电话一样，他会给你算钱。好，那大家看到这个页面下面，哎，这有一个 actor， 那其实它也是其中一个应用方式，比如说。先随便拉几个，不用解释，实物上操作，哦。那直接让大家看，不用再用讲的，直接用做的就好。好，示意就可以，不是不是，直接拉几个元件过来。对对对，这样让他感受到他就是这样去拉他的东西。对，在我们小学生的年龄看呐，啊，他很高阶哦，他很高阶哦。那资工的毕业的不一定会连得比你快哦，哈。资工他整天想写程式，这个连连看是小学生反而会比较强一点，所以这个是数位转型里面很重要的观念。你的工具哦，那个生产力哈，哦，就是人不要去跟汽车赛跑了，人不要跟汽车赛跑的意思哦。那这都是很重要的工具，在这个地方，那就跟我们用 Office 一样，你要会用 Word， 会用 PowerPoint， 这是基本的啊。我们这个 local builder 叫低程式码的工具都在做这些事情。好，那假设不想要自己从头开始制作的话，我们有一个 library， 它会在画面下面。哦，那我需要转到另外一个页面，因为这个是放在网页内的，请简单稍后一下。这些工具哈都是百分之百网页式的哈，在 YP 的平台里面，云世界等于 Web 的世界了，哦，就是你到网页就可以开始工作了，哦，到网页开始工作，对。那刚刚提到的 Flow Library， 大家可以从右边这里寻找到。那它会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模板，大家可以直接使用，然后修改里面的参数就可以了。就这里面都做好的数位员工了，大家要的大概都在里面，啊，你只要记得把它叫出来，啊，每一位数位员工都有名字，所以你只要记得说，哦，你要打卡的数位员工，哦，要整点播报新闻的数位员工，哦，这些它都出来，对，或者要把你握转 PDF 的数位员工，哦，这全部是数位员工的工作，对。我们现在取一个刚刚有使用到，大家或许会很有感的，来看看。这个是 Smart Screen 的数位员工，也就是刚刚看到在 Telegram 里面，只要输入指令 at Mickey Chris， 然后后面要会议室，就是这个数位员工帮大家制作出来的，帮大家执行出来的。那修改参数的部分是按进来，比如说。好，应该是不用细想，就是这样就可以。所以为的是的，假如我今天外出没带电脑，可是我突然需要一个数位员工帮我做事的时候，比如我去度假好了，我在饭店里面，然后他商务中心有电脑，我只要到商务中心的电脑，我也可以去创作一个数位机器、数位员工出来。对。就是你去美术馆，那美术馆有那个电脑，你要把它拿来用，马上就要数位员工。Web 是百分之百的 Web 是时代的趋势，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可以做事情。那它可以在手机上创作吗？哎，功力要够，我们的 AI Builder 就可以在手机上做 AI 可以。对，那为什么 AI 可以？因为我个人都我没有用电脑。所以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为了要做自己测试，所以就要求工程师一定手机要能够用，不然我会没办法玩。所以反而我们的 AI 可以在手机上就直接操作，这个现在没有办法在手机上操作，虽然它可以，可是那个界面不友善。哦，我们操作的时候真的能够做出作品，哦，不是说可以玩一玩，哦，因为这个是 Web3 的世界，都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哦，都要玩真的就对了，没有那种因为心想事成嘛，就那几个元件拉一拉，哦，数位员工只是不知道说你到底要干什么，但这些指令都告诉他我想要干什么干什么。好，继续。
那大家看到我已经在部署这边等待很久了，它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 deploy 功能。那我们制作好了机器人之后，我们需要让它到一个目的地，不管是云端也好，边端也好。那在按下去之后，我们可以选择 Qrun， 这边就是潜在的目的地。等一下，这目的地就是你要部署到肯丁灯塔或者一三气象站火星上的好奇号，马上在这边，你在美术馆或做完的时候，你把它部署到火星的好奇号。你要知道，那部署错了以后，它就会破铜烂铁。那直接，而且这些都没有治安问题，不能有人为因素，你不需要登录密码什么东西。如果肯丁灯塔一箱气象站你要进去要密码的话，你没办法管。那由于现在是用无痕模式，所以它会有一些功能上的限制。那我们这一届的云耕队实习云耕队也有为大家制作了一个两个影片，可以很快速的理解JBuilder 跟 FBuilder 的特色，那可能 Chris 帮忙播放一下。这要所要传递的是低程式嘛？怎么操作那个不重要啊，因为那连连看，你动手了以后保证会用。是那个观念，就是一定要写，你写程式是科技负债。还用流程图来画，因为写程式的你要跟他谈恋爱一辈子，不然你写了以后，他保证是变科技负债。现在是 F 的。另外还有一个是属于 JBuilder 的。那大致上是这样子。那大家可能在刚刚进来 Google Meet 的时候看到我们有一个预设页面，那现在可以到预设页面去看看。刚才这两支影片是在我们的云耕队，有两位交大 MBA 商学院的在这边实习，他这个学期在这边实习，他的心得所做出来的影片。那他其实本质上也是刚透过 JBuilder 制作出来的，下面这个每一个板块都是 Mickey， 然后整合起来是一个 JBoard。
那一样到这里，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现场拆解一下它的构成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使用的 JBOD 它的名字是 juju.event。那这边因为预设了 private， 所以还看不到。可是只要在 public 的话，有被公开的现有的资料就会显示在上面。那这个是 JBOD， 它是统整了各个 Mickey 的内容。那实际上如果要看单个 Mickey 它的内容是怎么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里一样寻找。就会看到它实际上结构是怎么样的。有点，你实际上拉一个版型出来概念就可以。你是要另一个 board， 实际上拉三个方块，这样就可以。不是直接拉，不要用线程，直接拉版型，直接拉三个。对，我们就叫积木了，萤幕的积木，萤幕你怎么切割那个萤幕的积木就对、哦。不用改那些东西，都是12，它永远是黄金比例。对，把它排一排，对，哎，对，就这个概念就好，把它排漂亮一点。就排三个积木，就你一幕要怎么排啊？那每一格里面是什么？就跟我们玩乐高积木是一样，对，哦，就是他把一幕一定切成12格，那看你这个一幕要几格，对，哦，往右边拉，往右边，把它拉到底，拉到底，就这样子，哦，这个是最重要的排版观念，每个人都会了，哦，就跟小孩子在玩家家酒玩排版一样，哦，那个。你把新点密播出来，不用再往下。好，我们再看，我们每一位要进来 YP Cloud 要应征的同仁哦，后面我来让 Ruby 跟大家介绍一下，每一位要进来 YP Cloud 的同仁，他要先制作了什么东西，新点密。对，这个是，你去看富士山，我们来看一下富士山现在长什么样子哈、哦。今天把它播，对，今天日本的富士山还蛮清楚的。那我们看一下鹿野高地好了，哦，让它自动播，以后全部要自动播。对，鹿野高地，对，哦，这个都是 Mickey 做出来了，你可以点，这个是鹿野高地，哈、哦，我很想去，我没去过，哈、哦。那我们再看威尼斯现在长什么样子，哦、中间那个是威尼斯，对，威尼斯现在，这是威尼斯。这个都是可以，他想要看工。我们现在就看，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我们就看工。我们看一下三例好了。原组织无国界医生合作，独家前进南苏丹的联合国人道营。好，那我们现在要南苏丹位置非洲大陆东边，首都。每次开会之前呢、啊，那个同事就是要茶水间，我们到茶水间就是听一下音乐。这个就是我们会议的人都要去播他喜欢听的音乐，不然我们在其他上班的时候，同事的茶水间功能没有，或者是不行。每一个主持会议的人都要自己的茶水间。说我喜欢的是那因为我们设计这位同仁他回澳洲去，我们看了一下澳洲的位置，那今天吴伟雄都在睡觉了。总之就是说这个我们叫个人电视台了，个人电视台这个都是属于 Mickey 的创作。那这个影片呢，这个节目呢，是在他还没有进来公司以前他所创作的。那 Ruby 你想要补充吗？好，那我们简单的来同仁来 interview 之前的创作。首先 Chris 介绍你的澳门
Chris 点 me，Chris 点 me， 个人电视台 ，Chris 点 me 的。我们每一位同仁进来都要先创作。好，你自己亲自介绍吧。我都简单讲两句吧。这个应该好几个月前做出来的。然后当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简单做一个有关于介绍澳门的界面啊，所以我就把一些跟澳门相关的旅游资讯或者是影片啊、历史啊等等都会把它放进去。那这个就是很就对于澳门的一个简介。然后另外这一个就是有关于澳门的一些旅游推广影片，因为这种东西没。虽然它好像蛮好看的，所以我就把它做成 list 要放上去，而让它。那一开始就是影片。一开始是影片，然后后来这个就会把我对于澳门的一些比较好看的建筑都把它放上去。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澳门有很多节日吧。然后这就是我挑选四个我觉得很有意义，对于澳门来说很有本土意义的节目。我这个形式是用影片的形式把它放上去。然后接下来就是有关于澳门的娱乐产业。然后最后一个是它比较特别，它其实是有关于澳门一个很特殊的社群，叫做土生土人社群。因为毕竟，他们社群或者人比较越来越走入呢座丰富多变的城市，必须带住少少嘅不安分。这群人，这还是蛮有意义的。游子终于翻屋企啦，原来屋企已经有很多嘅变化，然后就把它他们的。由日常中出走的两个人，喺澳门为生活补充养分。很谢谢 Chris 哦。其实这些个人电视台的创作，可以让我们接触每个人的喜好，还有介绍他的国家。那 Chris 从澳门来的，在我们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澳门长什么样子，知道赌场，其他都不知道。那最后哦，想做一个，就是说，哎，那个有请，我想要看看我们现在机房的状态怎么样。我们知道。那个值班室啊，总经理是最要看说我今天的业绩怎么样，我的机房怎么样啊？所以他不只是做媒体哦，他是总经理，是厂长室的暂停室哦。对，我们来看 NCHC 的，就是我们的跟国网公中心做的计划，看看他用的情形如何。对，那这个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平常会比较习惯介绍 IOC Watch， 可是其实大同小异。大家看到上面的这些一行一行，其实他们全部都是机器人以及他们的状况。那现在看起来不错，右边都有 OK， 证明他们机器人本身没有问题，也可以寻找得到他们的目的地。我解释一下，我要讲这机器人写信啊，就是机器人之间，我跟他讲机器人之间也会谈恋爱。按怎么互相彼此写信，那我们知道他们两个人在写什么，就是这边我们都可以知道哪一个数位员工跟数位员在讲什么，数位员工跟数位员工在讲什么，所以这一 Meta 世界里面就是有很多的物种，人只是其中一个物种，所以我们都要看到这些各物种之间呢，他们怎么在做沟通的东西。我补充一下，Steven 刚没有解释，或许大家会担心说，那我用 YP 的系统，会不会我公司的一些数位员工他们在交谈，在资讯交换的时候都被看光光？那实际上YP 是可以让工厂他自己拥有这一个架构，他是在公司里面就私有云啊，自己这通讯可以架在自己公司里面。对，他那些资讯是不会跑到公有云来的。那厂长或是总经理他们在外部的时候，也可以透过手机来看到这些讯息。你看红有无所谓，大家看真实的。哦，这个都是我们很重要的
工具、哦、就是说它除了可以做媒体行销之外，其实对我们做云端公司来讲，我想要知道每一个数位员工到底有没有准时去上班、啊、还有没有认真工作，这个都很重要。对，像现在大家看到在中间那一个板块从下往上数第三个有 timeout， 它的实际状况就是找不到目的地，就是机器人已经派出去了，因为它没有抵达它的抵达它要抵达的地方，然后运行时间过长就会显示 timeout、哦、这我补充一下，这其实这个状况是要已读不回啊，他明明收到了可是他就不回我，已读不回。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他干嘛已读不回啊，是不高兴或干嘛的。然后左边这边用一个很生动的方法来形容 heartbeat off， 它就是已经被处理掉了，就是它已经不存在了。这位员工他不存在了，他被做掉了，下班了啦。啊，不是，不是被做掉了，不是下班，所有员工也要下班了，你让他一直做，他也会下班的。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把万事万路拟人化了。哦、那云就是数位员工的数位演员，数位舞台的表演舞台，就对。所以在 YP 的世界里面看到了都是物种平等啦、哦、啊，大家怎么之间去沟通，大概今天想要传递的是这样一个信息出来、哦、信息出来，那它很多元、哦、就是很多元，那就是但是最重要的是说你只要心想事成，你愿意动手做啊，那就跟我们小学生连连看的玩积木这样子、哦、那最重要还是你的创作了，因为人的价值在未来一定是管理数位员工跟数位演员是他最重要的价值。我补充一下，为什么需要数位员工呢？数位员工不是要把人的工作取代掉，而是说一些比较 routine 的工作他来帮忙处理。好啊，那人啊，比如工程师每天忙的没时间约会啊，只能当宅男。可是呢，他有数位员工帮他做事情以后，工程师他就有时间可以去跟女朋友约会。好啊，很多很多的主管啊，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的，那就把一些事情让数位员工来代劳。好啊，他只要从远端来看，系统是不是正常啊，然后每个部门的运作情形透过企业暂停室来看啊，那主管他只要下决策，所以他是来协作让大家的工作量变得比较少，不是取代人的工作，就是把人的工作干掉。相对的，如果你去做机器人的事也是会被取代的。现在看到了，这是我们读书会的，我们公司在进行读书会交流的这些生活中的影片。对，那这个是刚刚有提到关于 Telegram 跟直接前台串在一起，那可能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 YouTube， 所以有感程度还没有到。那其实它不只是以连接 YouTube 的形式，它也可以单独照片。那比如说我现在帮现场拍一张会介意吗？你要拍荧幕就拍，我拍荧幕，往前拍，要不要拆远一点，你才能够看得到。好，可以。那现在我看到视觉是这样子，那我把它传到相关的群组内。好，更新完成了。加到旁边，再往回走，选择图片，它就会直吸，及时产线刚传上去了，而不用到一个其他公司帮你架设好的平台转移资料。这个功能就是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常常叫哎某位同事你在高雄，赶快把你的报表送上来。好，它这个实务上是这种用途。还有我们公司喜欢派同仁去参加那个国际会议厅的演讲，他负责去拍、哦、我们在办公室里面看、哦、这个都是分享的开始。所以今天大家所看到的都是我们实务上天天公司在用的东西，
那我们就是我们讲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哦，这个就是银世界这种生活化的世界。我也有一个资讯要跟大家分享，不过要透过 Steven 来解释，因为今天我知道说有一个平台，它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要取代 Twitter 哦，这对一般人来说，哎，马斯克才刚投资 Twitter， 他马上就要被取代掉，那不是很惨吗？那特斯拉的股价是不是又会往下掉？但是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说这些平台业者有时候他会去限制某些人的发言的权限，那就变成说他们自己是一个帝国，他可以去主宰一切的言论自由。结果呢，最近有一个新的平台出来，他是对谈，双方对谈，完全没有经过任何一个人可以去看到内容，所以他没办法去干涉言论。那对于民主国家、自由国家，它是很好的平台。可是对于被管控的国家来说，那可能会是他的噩梦。我讲这个哦，这个本来是2023年才要跟大家讲，就是世界在很大的改变哦，让它不要自动播。就是刚好到这个盐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物，然后我也看不太到，但是它会改变世界，它会改变世界。就是马斯克用了440几个 billion 去买下 Twitter， 又弄了鸡飞狗跳，然后又 Twitter 又可以把川普的账号停掉，谁的不爽就把它停了。所以现在整个 social 的世界已经开始是说，这些媒体帝国随时可以停我，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就是发布了这一个，这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以后再不会受 Line、受 Facebook 的控制，那 social 的全部是会改变 ，social 会全部改变，那下一个，对，这个。大家可能太年轻了，不知道 Netscape 是什么。Netscape 要够年纪够大，就第一版的 browser， 我们都说 IE 很烂，对不对？其实最早的浏览器就叫 Netscape 了。那 Netscape 是今天的谁，你知道吗 ？Firefox， 就是今天的 Firefox。那这句话很好，这句话其实这个苗，我们今天从圣诞节种下这个苗，3到6个月以后，全世界会翻天，因为共产国家或者再也没办法控制媒体了，你绝对控制不了它，因为这个就是 Web3 就去中心化，然后你绝对再也控不住了它。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也是我们今天带有这个缘分结缘，大家一定要觉得赶快往 Web3 的世界走。就好像以前 OpenAI， 我们以前觉得做那种通用型的 AI 要做好久，真的不可能。结果呢 ，OpenAI 大概就是小秘书都出来。那 Web3 也一样哦 ，Web3 这一波来势汹汹，那可能又引发下一波的社会革命了。就是因为你这些社会主义的国家再也没办法控制媒体了，再也没办法控制。这个everyone left Twitter for NOSTR， 它是一个俚语，我不知道那个俚语是什么意思啊。NOSTR 是一个老美西方文化的俚语，大家有机会去看大家有机会去看那个俚语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服务就叫 NOSTR， 这个服务叫 NOSTR， 它等于 HTTP 那么伟大。开始大家拭目以待。那其实我是 Twitter 的信徒，那从今天开始我觉得说糟糕，那个马斯克买了 Twitter 以后马上会被这个服务掉。下一个，这个就是 Social Protocol， 它不是一个产品，它定了一个就是 Social 的沟通方法，然后不会受到 Line， 不会受到 FB 的控制，它不是区块链，非常简洁，非常简洁。那大家拭目以待，因为。
为 YP 本来就是做分散资讯的东西，我们公司原来就是做通信传输，所以对这个非常有感。那大家要知道，这个媒体哈 ，social media 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我们现在用的 Line、FB 什么 IG， 大概全部都会在进，我们未来后的时代会全部在进。今天大概就是到这里。